赵寅成近日凭借着韩剧《Moving》异能再创事业巅峰，而近日就有网友翻出他过去跟团游中国的照片引起爆笑。据了解，赵寅成2018年曾与好友裴宗玉以及编剧卢锡金一同参加了中国桂林的旅游团。当时他虽然戴着鸭舌帽，但因为高挑的身材，马上就被认出真实身份。而赵寅成参加中国旅行团的照片传回韩国后，网友们也笑亏：这真的是赵寅成吗？哥哥你怎么会在那里？装扮真的有够接地气，瞬间觉得哥哥好亲民啊！而这组2018年的照片也随着 Moving 异能的热播再次被挖出，让不少粉丝笑说哥哥的黑历史又被翻出来了呢。